生都会怕有蝴蝶袖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张椅子。你只要把它，你如果怕它会移位，你可以靠着墙没关系，你就是把手。要不要撑呢？不然你这样滑。不用，我不用。你要不要去那边撑，看得更清楚？你是那种人吗？你就是要把手抓住椅子前面的边缘，然后把脚往前跨一步。站好，然后用你肩膀不要耸肩哦，要固定，然后做上下起来的动作就好。哦，就可以练到拜拜袖。对，那如果你力气再好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把脚打直，用脚跟然后做。真的太难了。做这个动作。对，然后也是12下到15下四组，然后你身上的局部的那个赘肉就会被雕塑很紧实。哇，拍拍手。像维他命 E， 人家就说会抗老化。那我朋友就推荐我们，就是说买那种网络上说有那种一颗胶囊锭，然后就说直接剥开来，然后就是把维他命 E 涂整脸。可是这样真的是可以抗老化吗？甚至于还是说还可以减少那种妊娠纹的产生？哦，这个谣言很久了。先讲 Apple 这个。他们都说呢，我就去买人家那个维他命 E 胶囊，直接把它剪破当成时空胶囊来使用。对，就说然后我涂一涂，然后又可以淡疤，又可以紧致啊，然后又干嘛，可以什么什么都可以做。可事实上之前有皮肤科医师就针对这个说过，说事实上它如果不是专门做来做皮肤的剂型保养用的剂型，第一个有可能甚至造成毛孔的堵塞，所以部分如果比较容易有粉刺或青春痘反而会刺激。对，而且他们在做那个之前还有人特地针对这个谣言，他们去做一个研究，在那种贴片中间把它加不同剂量维他命 E， 然后就去贴那个疤痕组织，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淡疤。就他们做出来的结果，其实真的没有科学证据能证实它能达到淡疤的成果。而且部分比较敏感的人，他发现会有一些荨麻疹或过敏的迹象，所以他们特别就是说，如果你是过敏的体质，那你还是乖乖买人家一些商用配方已经 for 你皮肤的，因为维他命 E 确实能够抗老，因为抗氧化，所以适度的使用对你皮肤保养是 OK 的。但是你这样自己乱剪还是很恐怖。至于橄榄油那个喝，他如果喝初榨橄榄橄榄油啊，说实话啊，人家有人说这种早晨做的叫类似那种，他们是油素疗法或保养法，发现真的，因为你的身体啊一开始就接触到比较多的油脂，它会在你小肠里面传递一个讯号，你反而真的会因为这样比较不容易饿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所以它那个30cc 如果是好油，然后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有时候你反而就是你早餐也不会吃太多，而且你的饱足感或你这种传递的讯号，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。所以这确实是一款减肥法，但重点是你要选的是很好的品质的橄榄油。第二个是你自己要能忍受那味道，因为很好品质橄榄油，有时候喝起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味道。而且你要直接冷喝就好，不要温热。对。OK， 好，第三个什么？我们看维他命 B 群和 Q10 元气有活力吗？对，像通常呢，之前我体力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我在早餐的时候都会吃一颗 B 的锭，可是我的胃比较不好，基本上吃这种锭都会不好消化。后来我发现呢，其实啤酒酵母里面含有大量的 B 群，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找到这个是啤酒酵母加麦片一起混合在一起，啤酒酵母片，因为一般我们知道的啤酒酵母都是粉状，对不对？你看它里面有一片一片的，它是片状的比较好溶解，之外它是加了麦片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加在豆浆啊，或是热的牛奶里面，让我的早餐就会让我自己变得比较有活力，就和在一起比较方便。我的 B 群我都是用喝的耶。因为我总觉得喝的那个感觉就跟老师刚刚讲的一样，你喝一杯完就觉得自己整个在发光，然后体力都回来了，所以我就会喝这个就是元气饮，然后它这样子一小包泡起来就是这样一杯，然后很好喝，香香的。收起来，其中一个人也不好意思了。那我有这个给大家喝，因为我就很我很迷信这一种小小的玻璃瓶，我觉得小小玻璃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神奇的魔力，所以你要在桌子啊、抽屉里面啊、包包里面随时带小小玻璃瓶。然后你觉得你累了，你觉得你心情不好，你觉得你疲惫了、受压了，你就打开它，然后再自己用自己。没有，我今天有带给大家喝，真的，真的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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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
瓶子的包装，真的、它看起来很可爱呀、我也是。哎，老师现在还蛮注重，你看，虽然就是一个总裁的身份，但是。Facebook 常是还是梦幻可爱，真的，你注重这个对不对？我超注重，只要说对美丽有帮助，我什么都吞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而且主要是它又好喝，它就有点像果汁这样，很好，那种清爽的口感，而且卖得很好，好好喝。感觉就是喝果汁就对了，有没有？就人都变漂亮了，浪费，要不然。一次喝吗？好不划算，我还没有买一口就没嘞。哎呀，没有，这样就已经够了。一点都不解渴。对呀、不解渴了。解渴，哎，这喝这等一下就变漂亮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喝完这个，刚刚运动做15下，都可以做30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没骗你，体力马上变好。对，那其实因为维他命 B 群跟 Q10 这些，其实你可以从日常生活饮食去摄取嘛，比如说你可以多吃一些绿色蔬菜啊，那菠菜啊、蔬果等等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营养要均衡。那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啊，我要带水果，要买水果，要切什么会比较麻烦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果干。有些特别的果干，那我今天有带来一个台湾买不到的，这个是叫做甜菜根果干，这是国外，对，整个甜菜根呢直接去烘干而已，完全没有调味，很特别，因为甜菜根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，也是老外比较吃，对，那也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啊，维生素 B8 B12 都有嘛，然后里面还有这个什么啦 B8 B12 对啊，我在等着吃嘛。B8 是什么啦？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然后可以帮助你可能便便等等的一些状况。而且它是这样子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样子。哎，好像很洋葱，是应该吃吃看。有啊，我每天吃甜菜根。然后它是做成干了，很好吃。好吃吗？甜菜根有个味道哦。对，就是它有一个，我觉得它做的还不错。很好吃吗？蛮浪漫的颜色。那个草味，对啊，大家不喜欢人家拿回来啊，抽奖哎，原来是权益。那因为甜菜根它还有甜菜根它有主要的功能，最大的便，它可以帮助你这个饭后血糖这个上升的速度可以稍微控制一下。哎，我强推甜菜根，还不错的，因为呢，甜菜根对欧洲人来说相当于中国的灵芝，哦，是吗？我们灵芝非常贵，可是相较之下甜菜根不贵。要多吃哦，好吃，好吃，这道纤维的都有点这样皮的感觉，好好吃。我们刚刚前面教了很多一个人的动作，还有书里面也都是分享一堆那个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塑身。那我们现在来教大家两个人要怎么在家里双修，对对对。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运动吗？李轩，等了好久了，李轩。会不会出来他只穿内裤？吓坏了，冲啊！那笑了没？我们的诉求是男女都运动得到，然后首先我们要来做一个男生做那个胸 push up， 然后女生做硬举的动作，所以男生请先趴好，趴下，趴下，对，然后你先下去，对，然后女生把手打开，哎呦，再开一点，再开一点，然后女生就站在后面，然后把男生的脚举起来，老汉推车。起来，好下，起来，然后女生，好下，然后女生，然后女生，现在有情趣耶，下，然后如果你脚不要弯太多，女生可以练下背，是这样，就当那个机器在用，对，就这样，你还撑得住吗？可以，以前可以哦，体力够好，好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，好，休息，哇。两个人可以一起练我们腹部的动作，然后我们一样就是面对面，然后趴下。哇。